你看着我，剑心门跟姬游在，假以时日，定会鼎盛如初。不必安慰我，玉魔阵被破，连一把白雪剑心剑都没剩下。我剑心门百年基业，却自我这一代凋敝衰落，我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？ 怎么会有这个？那日苍岭哥哥误闯万路门禁地，打斗之中不小心将白水剑心引。白水剑心，白水剑心尚在，何剑不是白水剑心剑？ 芷言，你真的变了好多。有吗？成熟懂事了，也更懂得为别人着想了。上次赏月。 记得还是在几个月前，我们在剑心门的时候，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竟好像是前世发生的事情。 元杰勾结令子曰反了。什么？门主正在施术中，绝不能被打扰。你先在马上去调集人马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平息叛乱，一路给我镇守住无恶殿。门主绝对不能出事。是。魏长，你为何要做出这等叛逆之事？芷烟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？ 你我第一次偷偷饮酒，你辣的直掉眼泪。那曾想，一失手，把整壶酒都打翻了。记得，我记得那壶酒还是我爹珍藏多年的百花酿呢，被我洒得一滴都不剩。我爹其实可心疼了，但是他要舍不得责怪我。芷烟，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。 我们无法改变，往前看，好不好？过去的事情是无法改变，可是我们改变了。时移世易，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可我对你的心意从未改变。 姐，你想清楚了，这一步走出去，我们可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早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我只能顺着这条路，一步步走下去，走到他能看见我的地方。 到他身边。
山主得罪了。多好的月色，何必来惊扰呢？陈兰，你有什么本事？今天就都使出来吧！想拦我，就凭你！让他进来，你们都下去。是。厉陈兰，我会让你死得体面一些。拔剑吧。大姐，你挺住了。自古至今，用这种方法走出七指地的人寥寥无几呀。姑娘，骨头硬啊。不过如此。陆招摇，着实是个招摇的性子。走吧。现在就走？你还这么虚弱，你不先去客栈歇一歇吗？归心似箭。什么都不能耽误，真让人羡慕，能让你甘愿忍受着疾苦。